嗨，我是喵姐，今天晚上我们到这来吃酱骨火锅，大酱骨是自助，39一位吧，吃过一次觉得还不错，今天又来。就坐这儿吧，方便一些，拿菜方便一些。抽个啥奖？抽个啥奖？抽了个啥？上厕所吧。上厕所，给你。抽了个啥？大奖，知道？看那个2万。参与奖，参与奖是那个啥？谢谢参与奖。这些菜，毛豆、鸡腿、鸭脚、南瓜豆、鸡架，我不爱吃那个，哎，少搞点，姐姐，吃不完。一人一个，我妈要出去搞了。不要搞别的，就搞自己就行了。搞了别的你也吃。我也不想吃了。甜点，雪梨糍，一切就绪。感觉没啥肉啊，你看啥？有肉啊，我能吃的。我可能这块没啥肉。确实没有，没有了。打扫干净了，全吃完了。我原来也给你总结陈词一下，我原来代表节目搞完了，好吃不？好吃。满意不？满意，满意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这么看你们俩鼻子怎么这么像，都圆圆的呢？我那个票呢？在这儿。吃完了，吃的挺好，不辣。错，下次再来。他这个地方是。中午39一位，晚上49一位，贵10块钱。这是我们最后三桌吃完了，服务员也要下班了，没人了。他这个就是品种少是吧？味道还可以哈，他就是品种少。我要回家睡觉。肉就只有烤排骨、烤龙骨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明天见，拜拜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